这个桶这缝隙太大了，能不能调小一点？可以。啊，就挨紧一点。你看这个。挨紧一点，手法会还碰的。不是，你这不挨紧，它这里凸出来一点。啊，它出了太多了，我们那边是挨紧的，但是。不管它，让它自己走，不要。要。挂了，挂了，它这。